得。咱拄仔吼讲的人生难得真难得，啊，咱若求着这个宝贵的真理难得啊，吼，伫咱这个三气外境外，得暂时要修等，咱唔知，因为你只看世界战争，搁咱这疾病遮尔啊侪，咱暂时要转去回乡避祸，咱嘛唔知，但是咱要做好咱的心理准备。这足重要，你莫认为我只是来遮，啊得过且过啦，逐项嘛慢慢讲，啊无就凊彩就好。有足侪人吼，啊咱细汉看过一本书叫《差不多先生》嘛，对不对？伊讲啥嘛，拢讲差不多，啊讲啥嘛差不多，吼、哦，你的人生都没有达到一个你想要去了解，啊想要去做，逐项拢凊彩啦，啊安尼就好啊啦，啊无要紧。咱来家己检讨，咱即世人来遮，咱是真正要凊彩安尼过就好，还是咱要安怎好好的做预防？该学讲书的，咱就来学讲书啊；该出来做志工的，咱就来做志工啊。有当摒扫、厨房，这拢会当做。该咱出钱，咱有钱咱就出，一千无嫌济，对不对？一元敢会当少？袂啦，咱看咱来存钱，咱无咧扶天堂。人进前从我面咧甲咱讲，你逐天甲你个零钱藏着就好啦，一元两元都会要紧，袂要紧嘛。你逐天也要赚五百一千，咱有能力可以啦。但是咱着甲咱个零钱藏着，做一下随时，咱逐天个习惯。所以习惯是逐天养成的。运动拄仔咱讲过，运动嘛是安那。习惯养成的，你若做好厝咧，你连工若要无去运动，你嘛感觉我身躯倒去安尼无爽快。啊，你报新做习惯，你咱第一要退出来，你很自然。今仔起工做惯习，人咧叫，有时要摒扫，有时要做啥，还是咱比班了，大家留落来斗做遮无谓是工课，咱嘛愿意留落来。毋是来遮哦，比班啊，今日便当退好回来。啊，楼下遮全部拢固定人咧清。各位先生，咱若伫运动，没有建功立德，咱拄仔讲，啊，相信咱会当去，会当去无毋对。但是你敢真正会当公务员嘛？敢会当有一个位？吼、哦，啊可，咱爱随考哦。咱若今仔做无位时，人讲吼，考天的料，要当去较好赚。你今仔若无位时拢无咧做。当伊都要回去做歹动去，拢伫遐拖。你啊看，迄伫遐插管的、插尿管的、插鼻胃管的，拢无爱动开呢。伊嘛足想要动去的，啊嘛足想要无家己解决。啊，到电要夹，要互家己的鼻胃管，你有呼吸的白气，就无伊个能力。啊，你若恐怖，啊未，你个强暴啦，若啊未受了。你要等是无遐好走，但是咱伫道中看到足侪情形，伊拢在了苦根，拢做一寡真无意思。伊要等伊足紧，足紧诶，一下来伊就等去啦。咱道场看到足侪情形安尼，所以讲，人讲吼求个善终啊，要等伊大家拢讲啊，好死就好啊，卖拖就好啊。好死敢有足简单？敢有？无，无一定诶。所以讲吼，咱若卖去拖着，啊，求一个善终，对咱来讲，这拢是咱即世要做诶道理啦吼。好啦，啊，因为你时间吼足紧急，咱若卖讲到遐尔，咱要提前紧急，咱诶时间嘛紧急啦吼。咱拄仔逐个迄个动作拢做了无太标准，咱要过来做一届无？咱去运动一届，咱就结束今仔诶课程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就我听到遮。咱爱有一个体悟，吼、哦，今仔当初所讲的，今仔甲你那侪道理，拢是安怎啊？相信，咱相信就是安怎学到的出路。嗯。好哈，就是紧张，我感觉我无物件无得哈，所以写写一大堆，结果今仔去讲的拢无体现，包括那个 PPT 上面也袂要紧，咱大家都包含啊咱。有当时啊，咱讲的吼，无一定是看咱遮拄好有这个因缘契合啦吼。我许多相信上天很慈悲，今仔日的课
或许真正刚刚老师拢是伫咧冥冥当中咧安排，真正互相呼应诶。诶，再回到今年的光，或许真正感受到仙果的慈悲，真的很感动。那我们呢，再唱一下《白杨大普渡》哦。啊，动作爱做出来，运动者啊，拄我讲诶，咱嘛爱活要有健康啊，吼，有智慧来听到忙死人诶，吼、哦，动作要做出来啊。这头前的拢是领领顾问。拢是国中伫遮做代表。